我好唔好啊？好啦，不如咧嚟紧呢一首歌咧，大家如果识唱咧，就同我一齐唱啦。呢首歌咧，我亦都好耐好耐冇唱过。不过我觉得大家咧一音乐一播起咧，大家亦都会好雀跃、好开心嘅。咁呢个歌咧，诶唔系呢个版本添，等等我吓，揾一揾先，因為咧佢又唔見咗。好，帶俾大家今晚咧最後呢一首歌。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咧，希望大家嚟緊呢一年咧，好似呢首歌咁樣咧，所有嘅嘢咧都係贏翻嚟嘅，勝利雙手藏，多謝大家。準備好未？一齊嚟！
今晚咧，我哋嘅初一嘅音乐晚会咧，已经咧嚟到呢个时间咧，就系尾声嘅时间啦。喺度咧，好多谢每一位嘅听众朋友，今晚就抽出宝贵嘅时间嚟到呢个香港海事博物馆中环八号码头嘅现场听，听我哋唱歌。我系谭子嘉，你哋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啊？系，多谢多谢多谢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我数一二三，大家一齐嚟到，准备一二三。4点咧，我会喺深水埗嘅西九龙中心咧，同大家献唱。晚上嘅7点咧，仲会再次嚟到呢度同大家见面嘅。多谢大家，拜拜，晚安，拜拜，多谢多谢，拜拜，多谢晒，拜拜，多谢，拜拜，多谢多谢，多谢晒，拜拜，新年拜拜，我哋冲上嚟啊，好，多谢西九支持你，好，多谢多谢，拜拜，多谢见，西九嘅，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你系咪姓叶噶？我前面我想问礼物俾你，多谢你，多谢多谢，唔使飞噶，身体健康，多谢，多谢师傅，啱嗰啲啊，多谢多谢，我话你系师傅，行住架得噶啦，最差有飞嘅，3月16号嘅系我唔记得宣传，年初三我先宣传啦，年初三系最。